那你一个。蒙啊！一看到蒙古，我看到蒙古。吃了，等下啦。吃了。你要拿一只鸡腿，然后东西要拿过来。哎，弄没点？点嘛？嗯。那两个锤子都有货、啊。有。添好柴。啊，你这么瘦的，你突然呐、啊？有。你吃饱坐，吃饱坐，吃饱睡哦，有什么？啊？他是要给店骂了咯。要给人骂了才爽咯。不要骂我，不要骂我。拿东西给师傅拿，给他拍照啊，六八四十二。啊，那这么好。一样一只就好了，不用这么好。没有这么好。哦。一样一只。你拍这样子。然后给他看啊，是这样子搞。